农历四月初二，小红向大家问好。今天的科技新闻有：昨晚锤子科技在鸟巢发布了 R1 和 TNT 工作站， R1 搭载骁龙845 6.17 英寸美人尖全面屏，6+64GB 内存组合起，前置2400万，后置1200万加2000万像素双摄，电池3600毫安，支持18瓦快充 NFC， 背面 logo 指纹识别，3499元起售。8G 加 1TB 版8848元，那可得装多少小姐姐啊。TNT 工作站现阶段只有以 R1 为运算核心的版本，27英寸显示屏，支持语音控制与十点触摸，配有专用的坚果办公三件套，售价9999元。售价万元的 KTV 点歌机，你值得拥有，不会唱歌的还能打会儿王者荣耀，从此机会不孤单。 LG V35 的配置信息曝光了，该机搭载骁龙845 6英寸 2K 全面屏，6+128GB 内存组合，前置800万，后置两个1600万像素摄像头，电池3000毫安，售价尚未公布。 OPPO 在印度推出了子品牌 Realme， 而 Realme E 也发布了，搭载联发科 P60 处理器，采用双面玻璃加金属中框的设计，3+32GB 版本起约合人民币850元。昨晚微软发布了 Surface Hub 2，拥有 50.5 英寸 4K 显示屏，支持多人同时登录与访问文件，完美向老罗诠释了工作可不只是改改 PPT。 大家认为罗老师昨天发布的产品怎么样？欢迎订阅或微信搜索公众号 VizU 来投票互动，留言上墙。昨天发起对亚运会加入电竞的态度的投票中，有58%的小伙伴表示电竞无好坏，极简又拉风，每天一分钟。